媳妇，他养成上一代的礼教庭训，他肩负传续下一代的重任，他宽容醇厚，无怨无悔，纵使千金万担难挑也得挑，回首来时路，纷扰尘沙星落。媳妇啊媳妇，你的名字叫坚强。难道真的错了吗？哥，我们只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，不要一错再错了。不，我没错，我没有错，做大生意，把生意经营的比江家原来的还要大。我要让大家肯定一件事，我廖建豪是比江之和出色的。给啊，这是妈在上山之前交代我做的事情，他要我把建豪送给他的房子给卖了。妈妈希望把钱留给大哥你们来运用，他希望大哥有东山再起的那天。你说妈把房子给卖了，这钱我们怎么能收呢？秋琴姐，啊不，我现在应该叫你一声大嫂了。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不能挽回了，你们以后一定不要辜负妈的期望，我也一样，我们都期待着你们的成功。
美惠，除了谢谢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，大嫂，我该走了。你要上哪儿去啊？你们不用为我担心，我呀，还等着你们重见江家的那天呢。那你自己要保重，知不知道？嗯。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哎，大老板，能不能再多给一点啊？多给一点。简豪少爷，现在你已经坐拥金山银矿，怎么反而这么小气了呢？哎呦，这一点连塞牙缝都不够，你怎么拿得出手啊？你如果就这么拿了，岂不太侮辱你了吗？翠儿嫂，人可不能太贪心了，贪心的人是不长命的。这还差不多，谢谢建豪少爷，谢谢了啊。睡不着，我觉得压力好大。怎么了？梅花送来这笔钱，送来的真是时候，是可以帮我们跟南洋交易。可是话说回来，要是失败的话，这笔钱可能是血本无归，到时候要是又欠下新的债务，我真的没有把握。怎么会没把握呢？我做你的后盾，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秋千啊，我们现在是过河的小卒，只能往前走，只能往前冲。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是零，我们只要往前走一步就会是一。手一搏。董事长，嗯啊，这一次为了庆贺豪霸公司扩大营业，我们银行做东，请董事长务必大驾光临，哎，同时也好让我们有机会略表寸心呢。哪里哪里，怎么好意思让黄经理亲自送帖子来啊？这要杀我了啊。哎，啊，请坐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哎哎，我来我来我来，董事长，我来我来。嗯，啊，喝茶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不用谢，您现在是我们银行的重点客户，这往后在业务上有什么需要，您一个电话过来，我黄某一定效犬马之劳为您办妥。哎呀，董事长，您现在正是年富力强，精力旺盛，办事既有眼光又有魄力，往后咱们两家进一步合作，前程一定不可限量啊。嗯，那太好了，黄经理，先谢谢你了啊。你们银行的事我一定到。哎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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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事长赏光 啊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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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忙的，喝酒。好好好，喝喝喝。王董，吃点水果。甜，甜。王董，来了。好，这样，请您好，这样。王董，这位是廖董。想必这位就是豪霸公司的廖董。敬佩，敬佩，青年才俊呢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们银行啊，就是希望两位大老板多多亲密交流，多多合作，生意做大，有钱大家一块赚吧。啊，坐，坐着聊。啊啊，请，请好，请。啊，请坐。王董是商场老将，我还得跟您多学习学习呢。哎，做生意只有一个原则，六亲不认。好，好一个六亲不认。哟，谁那么狠，六亲都不认呢？王董。哎呀，二姑娘，你可出现了，想死我老王喽。哎呦，王董，您这是说笑呢，你要是想我都想死了，那就云儿以后伺候谁呢？廖董，这位云儿姑娘可是这夜总会的顶级红牌，为了她我不知道花费了多少银两，还无法一清方泽，你可得帮帮我。哦，云儿姑娘这么难缠。哪儿啊，您别听王董瞎说，这您要是相信的话，那我得罚您酒三杯了。这位云儿姑娘可真是厉害啊，刚进来就要罚我们廖董喝酒，真不愧是我们这儿的顶级红牌，厉害厉害。王总，没关系，美女罚我酒。喂，廖董啊，还记得我吗？谁打电话呢？聊什么呢？哎，没什么，只是一个新认识的王董，想跟我做点生意。李红，你不在家带孩子当少奶奶，成天跑到公司来干什么？那我一个人待在家干嘛？我每天来公司晃晃，每个人都叫我董事长夫人，我觉得很威风，很过瘾呢。我开的是大公司，拼生意赚大钱用的，不是让你来穷过瘾的。没见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，我只是要你好好在家带树孝，让我没有后顾之忧，懂吗？你好好当一个贤内助，不要成天跑到公司来显威风，会让人家笑话的。我，明月，谢谢你啊。
老夫人，你说这西洋的药丸子是不是比咱们的中药省事儿多了？用水一配，咕噜一声就下去了，不像咱们的中药还得煎啊熬啊，简直是太费事儿了。我还是喜欢咱们老祖宗的老方子，慢慢调理，从内到外得强筋固本嘛。这洋人的玩意儿还真是不太习惯。妈，南洋项目公司愿意跟我们做生意，发电报来通知了。哎呦，这真是太好了。那国内的买家找到了吗？有啊，之前我去拜访了几家公司，口头上也都说好了，到时候就分批给叶翔那三家公司去销化。啊，少夫人真行，一出手就无往不利，相信江家很快就能重建声望的，老夫人您啊也就可以放心了。说得好，秋琴啊，好好做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尽管来问妈，还有有事要告诉妈一声，也许妈的那些老关系啊还用得上呢。谢谢妈。我想这个好消息志和要是知道了，他一定很高兴。嗯，来了来了，来了哎呀，没事，要不我帮你捶捶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看，哎，来，怎么了？旧伤还没好，新伤又出现了，就这么收不了口，还挺疼的，无所谓。有成啊，皮肉伤我还受得住，为了孩子和家人。少爷，你成熟了，你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啊，你的肩膀可以担负起任何重担。我只是在尽力做，每当看到秋青一个人为了我们这个家那么努力，还有我妈在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，她对我还是那么殷殷期盼，没有放弃希望，所以我知道我不能让这两个深爱我的女人失望，我要把损失弥补回来。努力归努力，少爷，自己的身体也得注意啊。我觉得你气色不大好，要不抽空到医院看看。哎，没事，找时间回去大睡一觉就能补回来。没事，好。开工了，开工了，干活了！啊，少爷，快！干活了！哎呀，他到底去哪里了？哎，建豪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要走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见。
建恒，你昨晚上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去哪儿啊？我没去哪儿，跟朋友谈点事情，给耽误了。你跟什么朋友？你去哪儿谈事儿啊？你这是法官在质问犯人啊？我不过是回来换件衣服，马上还得赶到公司去，你就抓着我吵，你烦不烦？只是你最近太不对劲了，你常常夜归，你昨晚上更过分，到现在才回来。我郭丽红也是在外面混过的人，你骗不了我，你们男人那一套我懂。你，丽红，我拜托你不要成天胡思乱想的，我是真的在忙生意，最近公司生意真的很忙，我才跟苏里公司搭上线，应酬难免多了点，我没骗你，昨天晚上我真的是在忙公事。哎，你呀、啊，就别再疑神疑鬼了，好不好？看你这样，我真的很累。我每天要面对外头商场上激烈的竞争，已经很让我伤脑筋了。回到家里来，还得花精神跟你解释，搞得我真是精疲力尽。像这种日子，你叫我怎么过得下去？建恒，我只是觉得你最近太累了，你又不让我去你公司，我帮不上你什么忙，我着急啊。你呀，只要把树校好好的照顾好，就算是帮我最大的忙了。好了，我去公司了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这就叫押会啊，生意这样就做成了？没这么容易，我以汇款作为保证，他们要看到货以后才会做确定，总之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做，没你想的这么简单。少夫人你那么聪明，做生意一定没问题的，连老夫人都夸你做生意做得好，一定会赚到这笔钱的。少夫人，有钱进银行了，还是来跟银行借贷的，需不需要我帮你美言几句啊？你少狗眼看人低，你以为全世界就你一个人会做生意啊？我们少夫人做生意做得可好了，我告诉你啊。明月，别说了，我们走吧。江家已经山穷水尽了，他来银行做什么？生意好手，难道他有什么生意要做？老板，廖董到了。哎呀，廖董！哎，王董，什么风把你这个豪霸公司的廖董吹到我这寒舍来了？泡壶茶。王董，我有一笔赚钱的生意，想找你一起合作，所以专程来拜访王董。哦，是吗？有钱赚当然好了。什么买卖？是南阳项目园的生意。项目园？那不是江家秋琴一直在奔走的买卖吗？没错，就是秋琴一直在接洽的生意。不过我仔细地盘算过，的确是有利可图，所以我想趁着秋琴还没跟对方签死合约之前，我们提前下手，把这个生意给拦下来。是这样吗？王董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生意上讲究的是快、狠、准，凭我们的实力，江家哪能跟我们竞争啊？与其看着别人赚钱，倒不如我们自己来赚。王董，你觉得如何呢？
这一桩生意你们豪霸公司就抢了过来，为什么找我合作呢？这样不是减少你们的利润了吗？王董真是快人快语啊，你说的没错，可是见面三分情呢。那天黄经理介绍我们认识，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够多合作，所以我就想到王董你了。坦白说，没有一笔生意可以保证是没有风险的，不过这笔生意可能是稳赚不赔，但是我找王董合作也算是分担风险了。另一方面呢，我找这么稳当的生意开始跟你第一次合作，就是表示我的诚意。风险太大的买卖，我也不敢登门造访。好，够意思，既然是有利可图，我就跟你合作这桩生意。合作愉快，祝我们大发利市。你跟南阳的生意谈得怎么样了？定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前两天明月还陪我去银行办了一些程序，等到南阳那边确认了以后啊，那批货就可以顺利上船了。太好了，南桂妈说你比我会经营，手脚利落。还说呢，我还不是一心想重建江家，还这样消遣我。鼓励你都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消遣你？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这笔生意能够顺利进行，能够重建顺富洋行，然后换间大一点的房子，然后把办公室还有家设在一块儿。我还想我们再请一个佣人带小孩，妈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我怕她太累了。是啊，不如我们请明月吧。明月也好。好了，好了，我把衣服放到妈房间去了。秋琴啊，秋琴，我刚刚不是听说有电报吗？
怎么会这样？他们退了我们的押会。南阳那边不接受，说另有一家公司出了更高的价钱，而且听说他们已经完成了交易，他们决定不卖给我们。来，可心啊，别难过，这回也算是受到一个教训，下回呢要看准了就马上下手，第一时间眼明手快定下契约。可是这是我们失败后我第一次出发，而且那笔钱还是美惠留下的，资金受到限制，绑手绑脚的，这也不能怪你啊。我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懂，那笔生意怎么会有人知道，而且还知道我们的价钱？花钱买通银行就行了。我看这一次是没有希望了。秋琴，别难过，这回不行还有下一次嘛。再说像这样不讲商场道义的公司，不跟他合作也罢，免得日后出更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怎么这么感伤？别把快乐也赔进去啊。我记得以前我们经常这样手牵手的到处散步，那感觉就好像是身心眷属一样。可是这两年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都已经忘了我们到底有多久没这么手牵手的走过了。记得吗？那天我们一起去玩，看你那么高兴，我心里跟你感觉一样的高兴。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在庙里，我祈祷，希望你能长命百岁。蝎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这是我对你一生一世的承诺。有时我在想，如果还有来世的话，我一定还要和你结为夫妻。瞧你这个大男人，没想到你也相信妻是夫妻的说法。我当然相信，只要能让我再娶到你，我都愿意相信。谢谢你志贺，你的工作这么耗费体力，下了班还赶紧花时间陪我出来走走。我知道你是因为我生意没有做成怕我闷，所以特别用上了心，都是我不好。你是我太太，我当然应该对你用点心啊。我知道，但是这笔生意我们都知道很重要，没想到竟会出师不利。秋晴，做生意如果让你这么不高兴不快乐，说真的宁可我不要你做。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回来的，尤其是快乐。我真的希望你这辈子快快乐乐的过日子，好吗？我只知道你对我的好
是千金难买的真情。少夫人，真是没想到，到嘴的肥肉又飞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不过我也想开了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，大不了再找别家产品吧。我在猜，会不会是我们在银行门口碰到那个廖建豪？我就知道碰到这个扫把星，一准没什么好结果。无凭无据的，我们还能说什么？可是，哎呀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少夫人啊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少夫人？你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，少夫人？你怎么了？啊，少夫人，你说呀、啊？怎么了？啊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醒醒啊！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少爷，啊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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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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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少爷，不好了，少夫人她大出血了。走，带我去，快走，带我去，快。江太太之前子宫就曾经血崩过，后来她又再度怀孕生小孩，那已经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了。可以说她现在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生小孩。大夫怎么会这样呢？流那么多血，而且昏迷不醒。大夫，那我太太现在到底要不要紧啊？现在有个问题，江太太子宫里出现了肌瘤恶化现象，恐怕要切除子宫，否则十分危险。切除子宫？志和，依你看这事该怎么办？我照医生的说法，这一刀是非开不可，否则连命都保不住。我是怕秋琴她不能接受啊。可是这事儿也不能拖呀，这刀是非开不可的嘛。我担心这件事情对秋琴刺激太大。说的也是，这事儿咱们俩谁也不能替他做决定，是不能再拖了，早晚会知道，告诉他吧。啊，好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少夫人这么好的人，刚刚失去了生意，又得了这种病。老天爷，你睡着了你？这么好的人你都不保佑，你还有没有天理啊你？明月，你不要管我。少夫人睡着了，你非要把少夫人吵醒是不是啊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先坐，你先坐，来坐下，坐下，来来来。有这我不甘心啊！我不甘心，少夫人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得这种病吗？哎呀，你伤心，少夫人要是听见了，跟在后面不也伤心吗？好了，别哭了啊。少夫人对每个人都这么好。他自己怎么会得这种病呢？我宁可我自己得这种病算了，我也不要看到少夫人这个样子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少爷，喝茶。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哟，建豪，你来啦！你一夜没回来，哪去了？哎呀，还不是应酬吗？干嘛那么凶啊？怪吓人的。不是叫你不要去上班了吗？还出去应酬什么？哎，我不上班，我和西北风啊，
是那个王董，我可得罪不起他。你是大老板，你和他平起平坐，我凭什么不去呀？再说了，关哥一句话，我还不得乖乖的出场吗？啊，这种事儿你又不是不明白，你以前管你老婆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？你的情况和丽红怎么会一样呢？丽红她很爱我，我根本不用叫她做什么，她自己就会处理得好好的，是她贴着我。哦，是吗？那现在我也贴着你，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急把你找来，却让你久等了。谢谢。刚才我们医疗团为你开过会了。开会？为我？老实说，我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告诉你这个结果。可是你的病不能再拖了。我的病？我什么病？你之前来做过检查。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你得的是肝硬化，目前你的病情十分严重，基本上属于晚期阶段。在我们医院目前的医疗条件和设备还没有办法治愈你的病，我建议你还是去京城的大医院试试，再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不治疗的话，估计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了。